全部馬匹準備妥當六場賽事啦，嚟到二班千二嘅短途，大熱係七。好啦，黃旗巨英一跳出嚟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嘅馬咧有呢只小太陽快，響內欄必長勝，外邊咧加州雷電走埋上去第四位文明之星，中檔第五紫色眼罩首度回來啊，第六位就醒神啦，內欄位置有你共賞啦，出邊咧咁尾三啊，咁啊黃三紅帽嗰只咧，咁啊就係勝得威風啦，後邊兩隻平海掌聲同埋一隻真苗星嚟噶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大放嘅馬，外邊位置加州雷電快少少啊，咁啊內欄位置就必長勝啊，咁啊反而小太陽就響第三喎，第四位嘅馬內蘭有你共上，中間紫色眼罩首度回來，出面藍眼罩文明之星啊，勝得威風尾四，紅帽要攞出去啦，後啲嘅馬先有醒神向尾三，暫時墊下一對平海掌聲同埋真妙星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嚟加州雷電啦，緊隨其後向外邊追嘅馬有小太陽，喘入邊上咗必長勝啊，外邊位置追咧仲有勝得威風啊，後多層嘅馬出面上咗少少嘅醒神啊，兜到嚟最後二百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內蘭必長勝數出嚟，加州雷電小太陽出面仲有勝得威風。大外檔整嘅醒神添啊！最後一百米埋邊必長勝，中間小太陽上緊嚟，外邊位置仲有勝得威風接近終點，三隻馬平埋，外邊加多隻四隻平牌啊！內欄位置必長勝唔散，車輪邊五號小太陽出邊紅帽勝得威風，大外檔嘅醒神啊！要影相好近，必長勝小太陽勝得威風，大外檔醒神。加条线先，边只道先啊？胜德威风啦，中间咁啊，入边必长胜，胜德威风必长胜，影相两只啊，高少少嘅小太阳啊，第三、第四啊，哇！叶冠辉呢只都吓吓你啊，醒神啊！我都以为佢有得影下，不过暂时睇落去醒神好似第四啊，第三啊小太阳，应该系二同七就好似要影啊头马，跟住就五号啦，然之后十号。哇，好精彩！咁睇下究竟莫雷拉今日手風點啦？咁啊，麻麻地嘅啫。巴杜咧，巴杜贏一場咯。加量啊，七連勝，八連勝啊，八連勝啊！你開季嘅時候都應該好難諗到啊。都唔係啊，今季係好早做集，我記得一早暑假啊，砰砰砰早曬。八連勝喎、啊。即係打快攻喎、啊。最緊要有好騎師啦，今年啊借咗好多你勝得威風有埋一百萬優異成績特別獎金喎、啊！呢、這個就唔使翻一半啦。係啦，個自己袋啦。冇錯，獎金翻一半唔緊要，呢度一百萬啊，都獎金嘅大部分㗎啦。咁啊，最緊要贏翻場先啦。今日莫雷拉賽看雷聲咁大。小太陽就唔好彩啦，佢真係冇彩，真係輸一輸咁少啊！最緊要騎得好好啊 ，keep 住，希望我健康冇問題啊！出閘快，鬥一鬥先係嘛、嗯，入就有忍。佢其實後生嘅時候都試過跟馬跑，跑得好噶。睇翻張平頭相啊，掂線啊，大家一齊。一二三四都好近，好近啊！短頭啫嘛，都係輸緊。阿潘頓都趴曬啦，臨尾。嗱，學你話啫，車輪邊咧，車到後屘咪趴落影相啦。保住個第三，如果醒神第三咧，呢條波件事嗰啲都趴曬上去馬頸嗰度。巡邏影片睇翻啊，呢一場真係鬥得相當之精彩嘅。起步咁啊，大家都有幾隻馬搶啦，首度回來都騎嘅，但係只馬唔夠快，咁啊中間小太陽就出咗嚟啦，貼欄就必長勝，走出邊就加州雷電啦，中路位置就文明之星同埋首度回來嘅，第六位就醒神啦，走出邊就勝得威風嘅，咁啊有你共賞都係唔得噶，跑翻呢啲程咧都係冇乜威脅嘅，跟住包尾一對平海掌聲同埋真妙星嘅，咁啊步速咧就頭段都正常嘅，係第二段咧就快咗啲啦，嗰度都快咗半秒啊，都屬於偏快步速嘅賽事。咁啊，勝得威風嘅，其實際遇都同上次差唔多噶啦，都係沿途三疊啊。不過今日個彎位咧就叫做曾經有一段時間有個遮擋咁啦，佢又成日都係出彎走噶。咁啊，結果衝到翻嚟咧就個勢都開始減弱噶啦，好似都仲緊緊頂到啊。咁啊，埋邊就必長勝啊，一如預期咁慳噶啦，一檔黃金包雙位咁啊，直路散開都唔使揾位啦。咁啊，你見到包度都幾定嘅，頭嗰二百都唔係話認真大力騎落去啦，都留翻啲嚟同你爆啊。同潘一樣咁嘅騎法噶啦，大家都係爆最後嗰二百，係都被你白蠟打落去，咁啊結果咧就都係影相之下分勝負嘅啫。
睇埋分段時間啦，頭段23:75，第二段21:75，第二段好快啊，第三段23:08啦，完成時間1:08，同標準時間差唔多。